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玩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这一讲呢，要来继续谈哦，讨论供给决策哦，卖方的供给决策。我们要来讨论生产成本与厂商的供给决策。我们在这一个 part 一开始的时候有谈到，你要想卖家在市场上如何卖东西哦，如何做供给决策，你要先知道他们的成本涨怎么一回事。你要知道他们成本涨怎么一回事呢？你要先知道他们的生产函数涨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在这前面几讲呢，陆陆续续讲过了生产成本，也谈了厂商的供给决策。哦，我们有说哦，如果你知道成本要谈厂商供给决策的时候呢，你要了解说厂商所处的那个市场结构是怎么样一回事，哦，所处的市场结构是怎么一回事？它是面临一大堆竞争者吗？还是只有他一间？还是他面临少数的巨头？哦，少数的可以决定市场状况的巨头？哦，那个情况不大一样。在这个比较基本的经济学课程里面呢，我们谈的是完全竞争市场，也就是说，在市场上有很多同质的小厂商在互相竞争。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下呢，厂商在所处的这个完全竞争市场呢，它有两个特性。一个特性是，它总是可以用个固定的价格把东西卖掉。如果它增产的哦，总是可以用个固定价格把东西卖掉，因为它相对于其他厂商，它相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呢，太小了哦，太小了。那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它涨价的话呢，顾客都会跑光光哦，所以我们说厂商呢，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呢，哦，如果他要发大财，哦，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利润极大化，然后我们经济学家基本上假设大多数的厂商在市场上的你的目标就是要发财嘛，哦，就是要发大财啊，哦，如果你要发大财的话呢，你在市场上做两个最基本的决策，定价决策跟供给决策，产量的决策，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哦，这个定价决策跟产量决策就是你的供给决策吗？这个是最基本的决策。如果你是这样的厂商，你在市场上要做这两个决策的时候呢，你该怎么做？我们说第一件事情，你的定价决策是怎么样？跟着市场走哦，跟着市场走，就是你市场说价格现在是 P， 你就是用 P 来定价哦，不是跟着秃头走，然后跟着市场走。那第二个呢？如果你决定你的定价决策呢，接下来就是想你要怎么决定你的产量决策。我们说怎么样决定你的最适产量，最适产量选定那个产量呢，让你的利润最大。我们说是 P 等于 MC， P 等于 MC 让你的利润能够达到最大。所以你要用这两个条件，哦，第一个用价格跟市场走，哦，跟着市场走。第二个条件，哦，就是说呢，第二件事情，哦，我应该说这样的，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就要在 P 等于 MC 那里决定你的最适产量。那当然呢，哦，有些时候呢，运气不好，价格等于 MC 的那点呢，你的利润会最大。可是这时候你的利润有可能是负的哦，有可能是负的，因为 P 等于 MC 那点只是保证你的利润最大，可是不保证说你的利润是正的。有可能，我们说呢，即便二阶条件也成立哦，这个是你所有利润最大的点，可是不保证利润最大的点，不保证你的利润是正的啊，它可能是利润是负的。这时候你就要再看你要不要短期的时候你要不要散人。要不要散人还是继续跟了以后，我们上一讲谈到短期停业决策。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来实际练习看看说，欸，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厂商呢怎么样运用这些条件呢，来思考，来思考说他怎么做决策。然后我们就要让大家透过个练习题让大家来练习练习，然后练习练习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些条件。这个题目是这样子哦，题目是这样哦，字比较小哦，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哦，因为题目比较多。题目是这样子：设若你在台南市御景区哦，有一块农地哦，台南市御景区这个产芒果的地方，然后在台南市的那个大概那个比较东南边的地方，然后比较东南边的地方哦。有块农地哦，丘陵地哦，这个御景区是丘陵地，附近是丘陵地。然后御景区有一块农地，这个农地呢，你可以用来种芒果，或是租给你邻居种杨桃。哦，那想象呢？哦，假设租金是每年哦他付你十万块钱啊。如果你没有种芒果的话呢，把地租给邻居种杨桃的话，你可以去什么呢？哦，走马濑农场哦，这个在御景区那一带，然后一个走马濑农场哦，非常多年了，我们以前那个大学还更早，国中、高中的时候都会去那边玩，然后非常久的一个走马濑农场，跟什么那个什么六福村还是什么小人国那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比小人国老了。然后 anyway， 哦，你可以去走马濑农场当正式员工。
哦，那假设他们是守法的公司，雇用员工会正式签约，那雇用契约是一年一聘，哦，所以呢，你只有在每年七月的时候呢，哦，才会，如果你要去他们当员工哦，八月九月去找到他不会理你了。假设这样题目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假设这样子，然后不会理你，所以你只有在每年七月去找他的时候呢，哦，他们才会招募员工，然后才会正式签约，其他时间不会有临时的工作机会。那假设呢，走马濑农场给的薪资是一年49万哦，一年49万，我们假设这样的条件，哦，那同样的呢，如果你要把地租给邻居呢，哦，种杨桃那个有时序嘛，啊，我们当然就假设比较简单的，我们假设说，哎，你八月九月跟他说要租给他的时候，他说啊，今晚时间肥啊，吼，我不要你的地啊，然后我不要你的地啊，所以如果你要租给他，我们就想象简化，就每年七月的时候签约，哦，每年之后七月签约，其他时候你跟他签就不会，他就不理你，他不理你。所以我现在就说，你可以用这块地来种芒果，你也可以把这块地呢租给邻居，然后你去走马濑那边工作。哦，啊，租给邻居去走马濑工作都是每年七月的时候呢才可以啦。你如果今年七月决定说，哎，我要去走马濑工作，跟邻居签约，来去走马濑工作，哦，走马濑农场工作。哦，那你这时候签约的话，每年他给你10万元租金啊；去走马濑农场工作签约的话，每年给你那个49万、哦，大概是这样子啊。你也可以种芒果，你也可以种芒果啊。当然，你到八月九月的时候跟他说啊，熊熊公，哎，我要给租给邻租地给邻居种杨桃，邻居又不理你啊，时辰过了啊，然后呢要去走马濑农场，他们假设不聘临时工了，没有临时工作机会。我们想要这样题目比较简单。哦，想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八九月你就要去做的时候就没这个机会，哦，只有七月。那七月呢，如果你决定要种芒果，芒果这个东西是这样一年一货，然后一年一货，然后假设你这里面这块田呢，哦，就种芒果，我们想象简单，然后芒果呢通常都是在大概可能二三月的时候开始陆续就会开花，然后可能三月四月有时候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可能你三月就会看到，哎，欸，开始树芒果树上面开始有芒果，然后最多是四月五月，然后我们中山大学呢，哦，其实校园里面也有芒果的，然后校园里面也会有芒果的，然后有些时候呢，就看到那个五月的时候，那个猴子下山来采芒果，哦，很有意思哦，猴子下山来采芒果，哦，下山来采，就几棵芒果树，哦，那芒果一年一货了，哦，你七月假设你七月开始决定，我要做芒果这个生产活动，然后隔年呢，大概可能三四五月，然后 maybe 哎，欸，开花就结果了这样子，哦，那我们假设呢，生产芒果呢一年的总变动成本，哦，total variable cost 长这个样子，15Q 等于1除以 20Q 的1/3次方。那这个呢，实际上的生产芒果活动当然不会是这个样子，这个只是简化，让大家觉得好做题目。然后其中呢 ，Q 是一年内采收芒果的重量和公斤数。然后假设呢，如果你要从事芒果种植呢，你七月的时候也必须签一年约，请其他公司来协助检修、维护灌溉系统、排水系统等等，差不多是8万块钱。然后假设这个数字，那在台湾呢，多数的芒果农都是小农夫，生产几乎类似品质的产品哦。我们假设这样子哦。所以说呢，你是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小厂商哦。我们题目这样设定哦，我们题目这样设定哦，看清楚了吗？哦，希望大家有看清楚了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又来问哦，设若今年五月芒果收成时的价格是每公斤哦30块钱，然后你判断呢，明年的市场价格呢也预计还是每公斤30块钱，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哦，练习题是这样子。请问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要从事芒果生产，你的最适产量应该是为何？哦，题目说你现在是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小厂商、小果农，你生产的东西呢跟你的邻居、你的邻居的邻居、邻居的邻居、邻居，哦，大家都一样哦，所以同质产品。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你的定价策略是什么？跟着市场走，市场说30元，你大概就用30元卖，你也只能用30元卖。你要用高价卖，人家就不买；还，啊，要低价卖呢，没有必要。然后完全竞争之中，市场中的小厂商就跟着市场走，30元每公斤30元，你就用这样来卖。所以剩下如果你要发大财的话，你想的决策就是说，那你的最适产量应该是多少？你的最适产量应该是多少？那我们说怎么样来决定最适产量？完全竞争市场下，用 P 等于 MC 来决定最适产量。刚刚我们说就是这个条件要让大家练习 P 等于 MC。所以首先，P 是价格 ，MC 是边际成本，然后你要算什么是边际成本。然后所以首先来，我们看看我们的总成本是什么。题目说什么呢？题目说总变动成本在这里，
15Q 加上1除以20乘上 Q 的二分之三次方。总固定成本是什么呢？那我在这边列了一大堆情况，我们先不讨论总固定成本是什么哦，总固定成本是什么哦，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总固定成本哦，总固定成本哦，所以总成本等于总固定成本加总变动成本，总固定成本比较复杂，等一下我们才会来讲哦。总变动成本题目已经给你了， 15Q 加上20分之一乘以 Q 的二分之三次方哦，这个是总成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算边际成本哦，边际成本。哦，那边际成本是什么呢？总成本函数对 Q 求微分，总固定成本是什么？不管你 Q 怎么变动，总固定成本都是一个常数哦。我们讲过很多次，总固定成本是不管 Q 怎么变动，哦，不管 Q 怎么变动，产量怎么变动，总固定成本都是一个常数，所以它对 Q 求微分就是零。那这个15 Q 呢？对 Q 求微分，哦，15 Q 的 Q 求微分就是 Q 一减一，所以它会是 Q 一减一，就是 Q 的零次方就会是一。所以这是15。第二个项次呢， 20 分之1乘上 Q 的二分之三次方、哦。我们在那个数学的那一讲里面呢、哦、在微分的公式里面有说过，说这个 Q 平方、Q 三方、Q 四方，对它微分的时候就是把次方拿下来，然后上面那个减 1，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呢，不管是正号、负号或是分数都可以使用，这个公式都可以用。所以20分之1乘以 Q 的二分之三次方，这个东西微分呢就是二分之三次方拿下来，上面二分之三次方减一，所以得到答案边际成本等于15加上20分之1乘上二分之三是多少？40分之3乘上 Q 的二分之一。然后呢，你就带 P 等于 MC 的这个条件， P 等于 MC 的条件，价格是30，每公斤30啊，这边的这个 Q 呢也是以那个你的产量每多少公斤来算，所以就30等于15加上40分之3乘上 Q 的二分之一，结果、哦、你就得到 Q 等于 Q 200等于 Q 的二分之一、哦、200等于 Q 的二分之一嘛， 30减掉15剩下15嘛、哦、15再乘上三分之40就变成200等于 Q 的二分之一，如此来你会得到 Q 是4万、哦、Q 是4万，所以你的最适产量是4万公斤、哦、4万公斤40公吨，然后可能有人觉得这个数字 maybe 不合理，不过因为我们要简化这个总变动成本，这样大家比较好做了。我如果弄个很复杂总变动成本的话，大家会做到哭啊，大家会做到哭，所以我们用比较简单的例子得到这样的一个数字，产量等于40公吨，然后就是4万公斤，哦，这个就是第一题的答案，第一题的答案。那接下来我就来问哦，如果你在 P 等于 MC 之下，你决定你的最适产量。哦，最适产量是40公吨，哦，就是4万公斤。那这个时候呢，哦，你的利润怎么样？你是不是应该要投入芒果生产？所以第二个小题，今年7月的时候呢，你知道明年7月的时候呢，哦，价格是每公斤30元。哦，你知道明年市价大概也是每公斤30元。哦，啊，你算的你的最适产量是40公吨，哦，就4万公斤，然后你在想说，所以今年7月的时候，你就要想个问题，你知道明年这个价格是这样子，你是不是应该投入芒果生产？那如果你投入芒果生产的话，你预计未来这一年，今年7月到明年7月的利润应该是多少？哦，我加超额两个字，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谈什么。如果真的我们用超额这两个字，利润会是多少？来，我们再来看，首先呢，我们刚有提到，你现在呢的这个产量呢是多少？4万公斤。哦，四万公斤，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你的利润是多少。我们就先来看看你的这个总变动成本。哦，总变动成本，那总变动成本是什么呢？刚刚有列出公式来嘛，十五乘上 Q 加上二分之一乘上 Q 的二分之三次方，所以总变动成本就是十五乘上四万加上二十分之一乘上四万的三分之二次方。哦，那这个会算是多少？算出来的答案会是100万，然后100万，然后四万乘上十五是六。大概60万嘛，好，然后在4万的二分之三乘上再乘二十分之一，做出来会是100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总固定成本我们没有谈哦，总固定成本，因为我们说稍微复杂一点。那总固定成本是什么呢？你想想看，刚刚那个题目有三块，第一块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要种芒果的话，你要跟人家签一年的约，然后呢，人家来负责帮你维护你的灌溉设备啊，有的没有的哈、哦，整地这些东西的钱，我们说大概是8万，哦，大概是8万。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成本呢？有啊，你用你的地，你用你的劳动力，
哦，你用你的地，你用你的劳动力，如果你要种芒果，你就整年都要待在这边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怎么算你自己的薪资？哦，你算怎么算你的薪资？我说，你可以算你自己的薪资是零啊，哦啊，可是这个就凶喊嘛嘛吼，凶喊嘛嘛吼，你应该要用比较一个合理的数字来认列你的，来认你的薪资啦，哦，你认你的薪资哈，我们在那个讲成本那个部分的时候有提到过哈，很多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都忘记算自己劳动力下去，忘记算自己的薪资，然后呢，那个什么用自己家的地，忘记算给自己的租金，这个东西要算才可以正确评估出哦，你资源的使用上是不是有效益的，然后是有效益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哦要把这个东西列进去，然后这样才可以正确评估说，哎，你到底做这个生意划不划算哦？那你呢？哦，如果决定投入芒果的话，不管芒果的产量是多少，哦啊，你算给你自己的薪资哦。用49万来认哦，产量是一，产量是二，产量是3万、4万、5万，给你自己的认的薪资用49万来算，合不合理 ？Maybe 合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种芒果工作，你可以去走马来工作哦，你可以去走马来工作，走马来给你多少钱？49万哦，49万。所以我说，如果你做芒果这个生意，你要认自己的薪资，你不能不认自己的薪资，不然你没有办法评估到底做这个生意划不划算哦，你就认自己的薪，那你要用自己的薪资要用多少来认？你没有做这个工作，你就去走马来工作。走马来的工作给你49万，啊，这个49万是什么？不管你做多，不管你这边的产量多少，10万、哦，4万、3万、2万、1万，你认自己的薪资都是给49万，合不合理？嗯，应该合理啦。哦，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固定成本的一部分。如果你做芒果生意的话，你是给自己的薪资，哦，跟你产量没有关系，你给自己的薪资就是去走马来工作49万，合理哦。然后另外就是说，你用自己的家，你用自己的地嘛，你用自己的地，那所以你要给自己租金啊，是10万啊，哦，给自己的地，哦，给自己的地，你应该算你要付给自己的租金是10万嘛？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种芒果，你可以租给邻居种杨桃啊，他会付你10万嘛？所以你给你自己的租金算10万，合不合理？也合理啊。这个东西跟你的产量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你产量是1万、2万、3万、4万、5万、6万 ，anyway， 这个租金就是10万嘛？哦，你不可以说，哎，产量今天是10万的，哎，改算租金比较高，听听怪怪的嘛，啊，产量如果是零，租金就是零，听起来怪怪嘛，你这样好像也没有办法去合理的去评估说，哎，你做这个生意划不划算哦，所以要把这两个东西算进去，然后自己的劳动力，然后呢，用自己家的劳动力要付自己薪资，然后呢，用自己的什么，用自己的地呢，哦，用自己的地要付自己的租金呢，就是我们在前面讲成本的时候，我们谈这个事情。哦，那这个东西都跟产量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把它当成总固定成本。所以呢，总固定成本是这样子哦。对，我们来看看总固定成本加起来49万加10万59万再加8万是67万。哦，所以这个利润呢，哦，利润呢就会是每公斤30元，总共有4万公斤，哦，4万公斤，所以是120万，再减掉这个什么总变动成本100万，总固定成本67万。总共是120万减167万。哦，这是负47万。哦，如果你今天只看现金流，如果你只看现金流，你只看现金流的话，你收到的钱是120万。年初的时候呢，你付了8万，跟人家签约负责维护灌溉设施的这个8万。哦，那你的现金流就会是12万。可是如果你只看这个12万，你会误会说，欸，我好像做这个生意有赚头。哦，好，我好像做这个生意有赚头。可是经济学家说，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哦，你就会忽略资源运用的有那个资源运用的效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个生意是你自己的劳动力跟你自己的土地下去嘛？啊，你想想看，如果你做这个生意现金流只有12万，可是呢，你如果说你今天不做这个生意，你自己去走马来工作，地租给人家，你其实赚到是59万。哦，你其实赚到是59万。所以如果你只看那个12万，你觉得，欸，很像有赚头，继续做，你就会忽略说，其实你忽略这59万的机会。哦，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济学家在谈的时候，你说你要把这个把它算进来啦。啊，为了跟一般我们在看的这个一般在看现金流说，哎，120万，然后减掉这个8万的这个12万现金流做区分，我们就一般就加了两个字超额利润。也就是说，这个超额利润的概念呢，我们说加了超额利润的概念是在想说，你做这个生意有没有比你如果做其他选择更好？哦，有一些更好。哦，所以我们就加超额两个字了。如果更好的话呢，就是表示说呢，哦，如果有更好的话，就表示超额利润是正的。超额利润是正，就是表示比你做其他的事情更好，哦，比做其他的事情更好，所以超额利润是正的。超额利润是正的时候，你就觉得应该要做这个生意。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超额利润是负的。哦，超额利润是负的，也就是说呢，你做这个生意，现金流是12万，你去其他地方呢，哦，如果你不做这个生意，不种芒果，去走马来工作，地租给人家59万，59万是比12万高，高多少？高47万，哦，高47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种芒果没利润啊，哦，种芒果没利润。我的意思就是说种芒果没超额利润，去走马来阿个地做好人哦，较划算的吼，较划算。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说你会选择去走马来工作，哦，走马来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这题目的答案。然后今年七月的时候呢，你是否应该决定投入芒果生产？不应该哦。如果你投入的话呢，超额利润是多少？超额利润是负47万。哦，超额利润是负47万，就北河，北河。好，那第三题呢？假设现在政府想要重心那个振兴农村经济，哦，振兴农村经济啊，我说奖励年轻人回乡，所以决定今年七月开始呢，补助每位果农检修、维护灌溉跟排水系统的费用，哦，也就是固定补助每位果农大概8万元。请问这个措施是不是能够增加你的收入？哦，补助果农哦，那个检修、维护灌排，哦。等等的费用哦，那，哦啊、请问这个措施能否增加你的收入啊？如果我们说呢，预警区这个果农呢，每个人的总变动成本都跟你一模一样，都是刚刚我们说的哦，都是这个东西哦，都是长这个样子。那当然 Q 呢，如果价格是30的话呢，哦，最次产量就是4万公斤嘛，哦啊、假设说我们说呢，假设预警这边每位果农的每个总变动成本都看一样。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能够吸引更多人来投入芒果生产，增加预警明年的芒果产量？原因为何？先看看你吧。哦，如果今天政府说你种芒果就补助你8万块钱，请问你会不会继续种芒果？没啊，没合嘛，桃花我共鬼啊。哦，你今天去走马来工作，地租给人家种杨桃，哦，你的收入是多少？59万。那如果你种芒果呢？哦，你的这个。现金流进来之后12万啊，今天补助你8万20万20万还是不会比这个什么还是不会比你去走马来工作那地租给人家来的划算呢、啊、还是有差、啊、我们刚刚说做芒果的话呢超额利润是多少超额利润是、哦、超额利润是多少、哦、我们刚刚说是47万嘛负47万呢是负的啊负47万所以如果加这8万进来加这8万进来，就算加这个8万进来，还是负39万，你还是超额利润还是负，表示做这个生意没合啦。哦，所以呢，不会，因为你还是会去走马来工作，比较会划算呢、啊。而因为你没有务农，所以你也没有办法领到八万块，所以你不会去请领这8万块，因为你后来没有种芒果啊。因为你就算领了这8万块种芒果，买起北河哦，买起北河啊，到底要补助你多少，你才会来种芒果？要让芒果有利可图，我们刚刚说，在走马来工作薪资租金不变的情况下，走马来工作薪资跟地租给人家的租金不变的情况下呢，要到47万，你才会改回来种芒果，所以补助8万是没有效的哦。你要补助到47万哦，你要补助到47万哦，才会让种芒果利润呢超额利润由负转正，你才会回来种芒果，哦，你才会回来种芒果哦，才会回来种芒果。哦，所以如果政府补助这个每个种芒果果农呢，说，哎、欸，如果你种芒果，我就补助你那个什么灌溉设施，哦，这些维护修理的费用的话呢，哦，如果补助8万，哦，会吸引更多人来看来种芒果，你就要看说其他人的机会成本啊，哦，也就是说，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呢，是不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这个地能够用更好的价格租进去？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想，哦，我们回到刚刚看到刚刚的那个 case， 哦。如果今天呢，这个其他人是他没有办法去走马来工作哦，啊，他租金也没有办法租给人家哦，租金也没有办法租给地也没有办法租给人家哦，反正他就找不到人来租嘛哦，所以没赚到租金是零啊，所以他测算自己的租金是零，那合理嘛？因为反正也租不出去啊。如果他也没有办法去其他地方找工作哦，也是零。那他本来就会种芒果啊，他种芒果这时候他的利润超额利润是12万，因为他这边都是零。哦，但是所以他超额利润就12万啊。如果政府补助他8万，那他就会从十二万超额利润就会从12万变成20万，啊，现金流就会做这个生意，现金流会流20万进来啊，会流20万进来。哦，那他的收入会增加啊？有没有可能会吸引到人来种呢？你就要看说，如果今天他这个人是这样子，如果说他假设没有租金，我们把问题简化，那他去其他地方工作呢？他得到的薪资是13万，假设是13万，所以我们测算说他做这个生意呢，薪资是13万。
哦，薪资是13万的话呢，那这样他本来做芒果的超额利润是负一，去其他地方工作可能划算一点，然后其他地方工作是13万，做这个芒果生意是12万，政府今天补助8万，那他做芒果就会变成是20万，现金流流20万进来嘛，去其他地方工作变成13万。也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超额利润的算法的话呢，哦，他的利润本来是哦120万减掉什么呢？总变动成本100万，再减掉8万，再减掉13万啊，所以本来是负一，现在政府补给他8万，种芒果哎就会有负转正，种芒果就有负转正。如此一来呢，种芒果超额利润是正的，那这样他就会选择来怎么样？他就会选择来种芒果哦，这时候你就会吸引到人呐、啊，哦，你就会吸引到人啊。如果说这个人本来去其他地方工作，大概是多少？大概是我说哦，20万左右哦，或者我说19万好了哦，19万。所以本来呢，哦，本来呢，他如果说没有这一块是零，而、啊、是19万，所以他是收入120万哦，120万，那减掉这个100万，那减掉说这个。减掉这个100万乘20，再减掉8、哦、剩下12，再减掉去其他地方工作。假设我说20万变成其他地方工作是19万，那这样12减掉9，本来这边的超额利润是负7，哦负7，所以本来是去其他地方工作划算。啊，如果政府补助他8万，那一样种芒果会由负转正。啊，这样的人他你也会吸引到他来种芒果。所以这个补助8万呢，哦有效就是如果薪资哦本来去其他地方工作。的薪资大概是在多少？就是12万到20万之间的人，然后没赚到租金，假设他租地租不出去就是零。那种芒果，如果今天政府补助啊，补助这个种芒果8万的话呢，你就会吸引到这些人从别的工作呢回流到芒果，然后别的工作回流到芒果。所以我说，能否吸引更多人来种芒果，要看这些不同的人他们的机会成本怎么样。也就是说，其他人在能否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哦，要看这些分布情况。如果都没有人的话，那补助八万下去，本来种芒果还是种芒果，本来不种芒果还是不种芒果。可是刚好，如果有些人他的在其他地方工作、哦、然后租金租到的机会成本，那刚好是在这个区间之内。我刚刚讲租金是零，可是那个什么去其他地方工作的薪资可能在12万到20万之间，你可能补这个八万进来，可能会吸引到这一类的人从其他工作转回芒果，那可能会增加芒果的产量。好，所以这题练习题呢，我希望透过做这个练习题呢，能够让大家理解哦，透过这个练习让大家理解我们在前几讲里面所讲的，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下，厂商该怎么做决策，怎么去算那个利润的概念，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解。我是中央企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